半起的，简单弄了一下就出门了。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杭州，我们要赶到杭州去 L 的红毯。上一次去 L 的红毯已经是2年前了，那次造型好像比较特别。但你知道今天我自己比较紧张的一个点是什么呢？这次去 L 是要自己去，因为上一次去 L 的时候是跟很多人一起。他不是都有那个内场吗？那个内场我就觉得，看一下海口，小红绿，还有很多椰子树，这个地方看着还挺有那个海边的感觉，就这一趟都挺特别的，就是都是和这两个地方重聚。然后昨天我只睡了大概3-4个小时吧，3-4个小时差不多，任务重大。接下来几天都是硬仗，但是应该挺好玩的。然后我们先去机场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化妆呢。我们已经到了杭州的酒店，然后现在是下午的2:07。红毯应该是在这个晚上5-6点吧，差不多。然后因为我一路都在睡觉，我感觉我现在肿都还没消，但是没关系了。怎么教的？我先化妆了，拜拜。这个景色我真的也很夸张，天，还有这个，哇 ，crazy！ 我看到这景色的一瞬间，我就感觉比走红毯都值。刚才吃了两口东西，我怕晚上饿。哇，这地方真的好美啊！这是哪儿啊？这是？哎，真的，真的，哎，好夸张啊！它这个景色，看见没？再给你们看一眼，太有感觉了，太有感觉了。今天衣服就是这样，哎，有点紧张，先自己走。Anyways, I'll see you guys there.看我见到谁了 ？Supermodel， 哟 ，Hi from 杭州。我们现在两个准备一起进内场了，内场见，拜拜。你在晚宴的时候也会自己录 vlog 吗？好像当然不会了。
祝 L 35岁生日快乐。我们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，到酒店了，拜拜。